你怎么不吃啊？在找你义父和周姑娘之前，先得吃饭，把肚子填饱再说嘛。不理你了，我才不会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呢。哎呀，奇怪，头怎么晕晕的？ 你下了，赵姑娘，你言之无物，我内心的确关心在乎你。为了你的安全，实不希望你与义父相见。倘若义父确实落入丐帮之手，丐帮则会以他来挟制岷江。眼前。 当不至对义父有所伤害，只是屈辱难免。但只若冰清玉洁，遇上了陈友谅之险毒，宋青书之无耻，若遭逼迫，唯有一死。言念及此，寻人之心即如焚。